啊，我支持嘅，擺明係犯法噶啦，啊，一定係唔容許啊！即係驚人認得佢啫，係咪先啊？如果你光明正大嘅，使咩蒙住塊面啊？啱唔啱先啊？即係好似而家我行街蒙住塊面係冇可能噶嘛，我係光明正大行得正幾多正？應該就禁止嘅，蒙住面，做出嚟又怕人認到佢個樣咯，又要做又怕人認咯。蒙面咪？怕被人看到嘛，你做那些都已经不是合法的了，做差就是蒙面咯，那你蒙了面来做什么，又不见我蒙面，因为你生事的嘛，你搞事还走去保护他们，你认为为什么要蒙住面，就怕被人捉咯，你们犯法嘛，那你打劫你都蒙住个嘴，那些人是吧，一样。